好的，我们蛋糕打发完呢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面粉呐、米粒金菇，还有牛奶跟这个油，哦，米勒哥哥爱不啦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入模，然后准备要到放进烤箱里面了。好，烤箱的主语怎么说呢？烤箱的主语就叫做插把。好，在我们的卢凯族话呢，插把是放在这个烤东西放烤东西的地方，一个架子，好，专门用来烤东西的这个架子。好，我们的蛋糕就是这样子放到这个模里面之后呢，我们准备就要放到我们后面的烤箱了。放进去怎么说呢？放进去就是 bua adini bua adini， 好， bua 是放， adini 是什么的上面。好，我们说要放到烤箱上面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制作单位要找一个这么小的空间，我差点被那烤箱撞到，而且烤箱很烫。好，好，所以我的姿势非常的别扭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顺便教大家一下这个撞到的主语怎么说。撞到就是刮嘣嘣哦，刮嘣嘣哦，撞到。好，好啦，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布阿丁尼的插把，我们要放到插把里面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烤箱关上去。关上门这个动作怎么说呢？就是阿勒巴，阿勒巴。好，好，设定好时间。就是29分钟，不多不少，就是这个时间。好，然后按下计时，我们呢就可以等待这个美味蛋糕的出炉啦。啊，顺便教大家，等一下的主语怎么说呢？等一下的主语就是一等一等啊，一等一等啊，等一下。好的，那这等待期间，我们就可以去找左邻右舍聊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小美。